сані є круші, папили тумані над рекой. Вігатіла наврик Катюша на ви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Вігатіла наврик Катюша на високий берег на крутой. Вігатіла пісню забачила, простянова си забала.气什么气什么？哎，那个下体无敌真的超羞耻，而且你知道那时候的情况在哪里吗？那个是战车世界的。世界大赛，你知道吗？世界大赛 ，OK？ 我在战争世界的世界大赛，而且还在波兰的华沙大吼了那一句“下体无敌”啊！我觉得人生 K 级感。大家都很开心啊，那时候。什么男主播？那个就是九妹啊，九妹都快笑死了，好不好？真的很丢脸，那个九妹。这很好笑啦！哟，旁边100万怎么那么大台啊？我们小的跟鬼一样。那个就是九 man 啊，笑死人！哦，对啊，我们正在进行来去工会玩一玩的任务，所以我们去每个工会都玩一玩。不认识他，每天都在跟我们打 GTA， 你居然不认识他 ？Hello Hello，、哦、我跟九妹认识很久，
问你那时候还记得录影，真是有点屌。你是已经预知了我会讲下体无敌这句话吗？不然你为什么会刚好有剪接呢？我都无言了，你知道吗？哦妈呀，这太紧张了！我操，讲不出话来。还有一台50100。
是傻小，那刚好快笑死了。不要压速啊！去你妹的，你还是压速了。啊，不然是在哪里？开场就被刺刀，操！那算刺刀啦，因为超不爽的啦。因为你第一发没打掉啊，第二发打你第一发没有打掉，对啊，那你倒霉。第二发打掉他的时候，其实你的轨迹已经被预测，所以他就直接敲。跟那个207跑这么快啊？207跑很快，有这么快吗？207跑非常快。这么快吗？看要炮车大战了。207 you can do it！ 啊！
看抓得到吗？抓不到。哎，我的妈呀！好像一台 M44 哦，可以啦，抓得到了。干，是哪一张？其实他不要理他就好了，你知道吗？他就旁边守着，那 M44 他也不能干嘛，好不好？我要拿你的话来讲。We are flipping and keeping. 耶！他开炮了！耶，我们赢了！耶，我们赢了！送送送！还有一发呢，他还说那个152还说我们可以撑到平手，我说可是我想要赢啊。哎、欸、我 M 牌、欸、我 M 牌、欸、有吗 M 牌耶、yeah! 应该是有能打那么喵喵喵喵喵喵耶、yeah! 他妈的我们赢了啦，送啦 ，M 牌，噔噔！又是可怜我，我们一定要闪开。好兴奋哦，真的很开心哎、欸啊、，M 牌哎、欸，谢谢大家，这个 M 牌我就收下了，好爽哦！这个时候压速他一定有他的想法，很明显就是戳戳，不用想了。七阶的，七阶啊！哎，我 T3485 M 牌、欸，嗯，你贴出来炫耀啊，嗯，立刻发布各大网站。真的，我是 solo empire 哦。我们是找人照一下。而且，营长，我是在。你刚刚我们看到那50100啊？啊，营长，营长，他要去撞你是不是？不是，他想要杀我，从背后啊啊！结果他掉下来就死掉了，刚刚根本没开炮。然后我就在那边，哎呦，我的棒，哎，就死你！我只有看他，我没打到他就死了，笑死了。刚刚那一场真的很智障。来，我们来一个八九号训。你说往上。顾八九号啊，对啊，顾左不右，顾右了，所以又没看到什么50100。没有啊，那个50100，那时候我蹲在那个一号线、二号线那边，有没有？的不是山脚下吗？然后50100就想跳下来打我啊！啊，他跳下来就摔400伤，他自己就死掉了，还打个屁啊！我什么事都没做，他自己摔下来死掉的。我只是看一下，看两眼他就死了，不干我的事。我会笑死了，好不好？是 no no 哎、欸，昨天上次有人把我害怕，他妈人就跑了。
干了，我都没讲话了，还是被抓包。你那边有？你旁边声音超大声，好不好？我还切出来看哪文巴特很大声。屌抽！你在玩《战舰世界》对不对？对啊，听起来就是屌抽。啊，你是不是差一点就搁浅了？哎、欸，对。我那是我在玩《搁浅世界》千岛湖水战。他在玩航母，听就知道。你在那边打得过去吗？我这边来欺负弱小。Group four taking fire. Group 4, target destroyed. Group 3, awaiting instructions. Group 4, target destroyed. Group 4, awaiting instructions. Group 4, returning to ship. Wah. Wah, 这个侧面都打不穿的，哪一招啊？他们全部都在中间哦，看。Group five, awaiting instructions. Group two, returning.全部回来了。Group five, we're under attack. Group six, taking fire. 全部回来了。Group six, engaging the enemy. Group five, approaching target. 哎呦，再不 cover 就来不及了。We're under attack.那我们会输哎、欸。Target destroyed. Group three, standing by for instructions. Over. 你再往里面推一点，你看。不是我被打，不是我被打，现在也没得救。哎呦，为什么他们就是不 cap 啊？他妈智障哎、欸！那些。三个来抢头就过了，好不好？啊，就几台就小鸟炮去跟人家对炮，对，然后打不死人了，这样子。啊，被人家重坦压回来就把他打烂，看就知道了。哦妈呀 ，Cap 要会死吗？全部都在那边，我们根本没有人会去救，不 Cap 要干什么？啊，就全部都在那边，干一群在那边对炮 ，Cap 会死的。他、啊、都已经低阶车了，然后跑去跟人家打，我看不懂。车等就已经不够了，还不抢、哦。这场可以赢，你知道吗？三个就赢了，刚刚三个就赢啦、啊。甚至更多、啊，你全部挤进来就赢了。憨儿哎，全部挤进来就赢。哦，有个智障的，整个暴怒啊！就他妈为了几个喜憨儿，觉得 Cap 会死掉的那一种，觉得 Cap 会死掉。就因为这些人那么敢啊！停，好，不要断，不要断，正常。暖暖上来没？
还没啊，我要加被怕料嘞，阿被怕料，然后我被人家骂白痴。为什么玩一个游戏，然后还要加强 cap 点数的奖励，加强什么东西的奖励？你玩一个游戏，你只为了奖励而活，他妈真的太悲哀了，我只能这样讲。你扛炮、啊、又要扛炮的奖励，什么都要有什么的奖励。我靠，那人生过得超悲哀。Yeah, 我们有谁看到没有？看一下我们有谁，终于啊！欸，太好了，爽爽被 carry。对啊，然后老板好像在找可怜我，我看，真的。刚刚我看到我们工会频道的意思是这样子。要被 carry 了啊！我要去中间吗？干，弄去中间。好，那我去拉底线好了，你觉得怎么样？看你啊。我去拉一二号线底线。干，何德何能啊？妈的，干，我不过是一台 T20，我要拉什么屌线？然后这边只有一台空位，我敢去拉哦？很多人就搞不清我自己的定位啊，哎，就每天在那边等着 KOO。是啊，那个摆明就是打不赢的，那个就你没有那种火力啊。那火力差人家一大截，你怎么能打的？你打人也打不痛啊，对啊。打不赢又打不痛啊。对。那。不去抢点是要不去拉点拉掉干嘛？我跟周总常常打一打也是，现在打一打当然也是拉点拉一拉。对啊，能够赢就好啦。那有的人就是他妈哎，我一下金蛋坚持，一下 cap 坚持，干我都玩个游戏他妈一堆毛，这种人真的痛。游戏不就是追求某样东西吗？玩游戏你还要追求什么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要追求的东西是在人身上，而不是在游戏上。你要在游戏上找坚持，那个只有一年，顶多只有一年的光景，你以后也拿不出东西来说嘴的，这有什么好坚持的？难道你以后可以跟儿子说，以前你爸爸我扛炮，全程都不用金蛋这样，全程都不用金蛋，爸爸那是什么游戏呀？干谁知道？那爸爸你咋想？你要找成就，本来就不该来游戏上找，你知道吗？你永远找不到，他只会成为你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没办法拿出口跟人家讲。我们的杠在被打到剩一趴，我的妈呀！走过来就剩一趴哎！干试运。如果说现在有工作上门，我会蛮高兴的。哇，九号线只有一个人在扛，因为现在大家都聪明了，不走那。没有啊，九号线是这样子的，你的车要够重，你才能去那里。真要够重！哎、欸，那 AM 叉30，他觉得自己很勇，是不是？干！看，这很恐怖，好不好？妈的，前面两只，一只波西格，一只是四运，妈，一出去我就没了。九号线好像打过来了，从上面黑就好，我们这边可能有机会可以攻过去，因为后面有副局。你那边的话只有175、150跟一台 AM 叉30。其他车几乎全部在我们这边，然后其他就是那种八阶车啊，没有 T95，感觉像我们有浩克一样。哎、嗯，我们有浩克、啊。
的有浩哥。下一次我绝对不来救这些傻逼中的。我就说过不要去救他们。打副区正面好，太辛苦。哎，你知道我在那边？想要帮忙他撑一条线，然后他直接把你白酒位卡走，这样干的，我真是也是挺有才的。我刚看了一下，你真的翻不走去就要卡了。你看 S 三一开始就跪在那里不走了、欸，到现在还没有走，有点吵。我们这边打过去了，好，你打过去。然后你那边退后一点，让那些重车去前面扛。OK， 我前面只剩一台八八虎。我在帮艾三 K。那还在不在？啊、超强的，妈，这样活着啊！那个薄皮车在那边一直露头偷打，看，实在太猥琐。完了，我没了。退啊，退就对了。你受伤、受重伤，你就退就对了。我过去了。T 五四也过去了，我们在帮了，你就退就对了，不要再出去了。我刚刚在帮那个艾山开光，然后他不打，然后等到我已经你知道太近了，你要近到我不开炮，我不走不行，我就开一炮走。水波牛，蓝地铁。妈的，替身的白人太远。看这个超猥琐5916。耶、yeah ！哎、欸，还有人哦，在这里耶！啊，我没看到。嗯，no， 你狼的都一样。神风，我怎么没有神风？想拿神风哦，去练德国中场。没有，我刚拿到了，我刚把那个啊，你说150N那种吗？我把波西哥撞掉了，看神风啊。好，赶紧吧。抓一下弄弄。哎、欸，奇怪，有更新是吧？小更新很小。哦、嗯，等一下弄弄，等他一下。哎、欸，为什么都会有十金啊？那个十金是干嘛？你打前十名啊。啊，为什么会有这些？啊，活动啊。施舍了，施舍。哦。因为刚好特别是，你上班的时阵哦，一出门就叫十块，你就欢喜呢，赶快的意思。真的，哎、欸，拿到几率超高哎、欸。就前十名呢、啊，正常的前十名你就有十金了、啊，但是一天好像只能领30块，多少钱？对，结果你有看讲哦，你打刚出门的时候，你有较早出门的，看到领导隔壁啊、厝边啊，第一出门进，伫咧门口拼10块。善心人士，想讲安尼，你几天心情就好诶。我挂凉诶，等我一下。好啊。噔噔噔，喵喵。
个月的活动哦，这个活动真的超佛心哎，我的妈呀！什么活动？你说折扣？对啊，折扣还好吧，普通了，是真的不难领了。哦，对啊，玩战争世界有时候会火大起来，可是也不是说故意火大，只是有时候大家做事脑残起来，真的会很生气。可是打下一场就会忘记了，然后每天就会各种轮回。你摸这掺了泻药的原罪来的吗？嗯，原罪。哎呀，干那里面肯定有些泻药，他妈的那个黄色包装，我每次喝每次拉干。哎、欸，狗屎哈，嗯，来，干，你来，你来。哎、欸，你要过欧米伽无？啊？没啦。是不是晚点名不到的？人家想讲，什么一日来白老白烂，安尼唔好。对你收了一堆不会来的人。不会、啊，我们可以排班，有没有？谁偶尔去一下 Clanwo 这样子？无爱啦，无爱啦。听起来超麻烦呢、欸。无爱啦 ，Clanwo 我唔是要拍，我要拍到无爱拍。我无爱遐啦。没有。其实事实上，我跟 Nono 是有 Clanwo 战创症候群的人。所以我们不是很想打，我们有战创症候群。但虽然说哦，以前在打克林沃很好玩，然后我战术排队的时候，那个什么，那些菲律宾猴子被我们一整个吊打，完全零战损。然后还有那个臭嘴的家伙，搞不下去回起来在那边东京乐。你可以记那个教训不？会记啊 ，SAU。哎、欸，要人去拍比赛呗？人会当去拍，咱无多。不是啊，他们就是要靠这个正在食穿的，你知无？嗯。没有，干嘛突然讲话讲起来变台语啊？整个变蓬莱仙山台。靠边啊！那你不就要穿个那比基尼出去跳了？对啊。然后而且还要在奇怪的牧场那边。那边骑马，然后。那边骑马，然后穿比基尼。所以你们都有看吗？对啊，内容还蛮详细的、啊，你们。对啊，先上送的。而且那个其实你看的那个其实都是普遍级的，他其实都是营长他们设计。买 DVD 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就要开始比基尼就不能穿了。没炮车。谁那么有种？边渣兔，你刚刚这看嫩哦。他这样没退路，直接压过去。嫩。要多多要吃 ice 给我蒸，足痛的。你要按一下提醒队友，不知有啊有啊，我都有按。看到 S 了。嘿，偷偷摸摸想露出头来打。我就打你的头，干林老师。
哎、欸，我那个漏完没？我就漏完了，我还开了一枪打了一下艾米尔。看，你这个，你战损率也不低呢。我想要强攻 T 二九，我有五八。那边有 RU251。但是他会被1390打掉，所以我们来打一 T29 啊，走，先靠他，然后你再靠他，后面可能会有这个东西。艾米尔，你杀好不好？可以啊。穿啊 ！OK 啦，雨漏。雨漏是不是？对、嗯，剩七秒。你中间状况不好，中间战损高，我们还是要回去打。那先把青坦这些杀一杀吧。你家里哦，有问题。家里大爆炸了，应该是炸没断。哎、欸，你边 cap 边看，温州看到没有？温州 S 回来，是你有多难睡？麻烦了，不断的对。罗密欧，你那边可以吗？可以啊。真的吗？漂亮，好。漂亮，342公里。哎、真的可以吗？不行啊，没子弹啦、啊。你怎么不抢？哎、欸，有两三台哎、欸。你刚刚，而且我刚刚还要一直保护那个另外一台青坦。我觉得我回家就好了，你们觉得怎么样？没事啊。他没有要让我回去的意思、喔、我觉得家里有人在打，你们要不要先赶快处理掉，然后去 cap 还比较有点高度。确定吗？因为我不认为那一台乌龟撑得久哎、欸。因为另外一台青坦也回家在帮。那你们要做的就是赶快解决掉去 cap 啊。我打不出那上金弹。我可以再扛个三炮左右。不行不行不行，不要再扛了，不要硬扛。看要被抓。中国车啊！一边中国车、啊。快进去 ，Cap， 可以。私家国中，看。来，二档。二档来了。二档。啊。可是大家都来 Cap 了、啊，没有人想跑回去了。我怎么回去看？我刚刚很努力的在保护那个青坦。你不行，你要喊，你大声小喊一下，多吓谁嘛？这、嗯、我没有，我那时候忘记喊，因为很紧张，因为我在保护我们家的，我在保护我们家的青坦，你知道吗？这局输出应该不怎么样，我应该不到1000吧。没有差吧？有赢就好啦。有一句话叫做“有赢就是爽”。耶、yeah ，对啊，这个游戏就是很好玩。其实《战士世界》真的很好玩，然后又让你，反正让你又爱又恨的。
喵喵喵喵！看才赚8000块而已，那喵嘞！我赚9000哎！哎，这什么勋章？修破服？哪一个？我看看，我没有看到你有勋章啊！你有什么奇怪的勋章？总装甲抵挡伤害超过你车辆的血量。哦，没有，那是一个那个。类似成就的东西的，对。它叫做，你太久没看这个东西了。它叫做，我看一下哈，四角形的嘛，细高的嘛，对不？好，它叫做，看，它叫做 commemorative tokens。不是哦，伊是修复服。对吧？没有，我是说它是在系列的。哦。对啊，系列。6934干，现在一定要美国车队了，来来来来，美国人那较大机哈，美国圣诞呐，有啊，我刚刚超认真在保护那个青坦的，不晓得他有没有感受到我的母爱，没有光辉。以后遇到这种状况，请大声大小声音。有没有来不及救你？哦。今天战车世界有魔咒，哎，我每天都买有那个魔咒。不会啦，上一次今天赢很多了，好不好？上一次就是各种不会赢，有没有？我是连 NONO 来都说这没法躲，这没法躲。我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上次。不会了。什么上次？对面有两个毛孩子，小事，大事，不会的，大事，安奈，我们巴夏唔来是要去倒位啊？我跟你讲啊，大事，我现在是这样想的啦。那你是北七吗？干！我发现营长跟 NONO 玩会突然变得很凶哎。没有这个上不去，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没关系，我low好，我会帮忙的。I will support you。哇哇哇哇哇！快回来，快回来，营长。我回不来了。可以啦，可以啦。炮车道路快砸下来了。看就知道上不去啊，因为巴夏不上去啊。嗯，巴夏不会上去。你看那巴夏在什么鬼地方啊？没空了，狼能量吧，麻烦了。哎呦！ Enemy armor is damaged. 哎呦，你这么带种啊，罗密欧，你这样子偷袭利西亚。亚哥。哇！现在最糟糕的就是我被敌人打了两炮，然后再被队友打了一炮。T92，我的炮兵雷达在跟我讲 T92会砸下来这里。有。刚刚超倒霉的，我被敌人打两发，队友打一发，好没了，现在剩206的血。笑嘞，就知道。你看，怎么在这里？那什么东西？T32。T32。啊，那个猫一直可以靠一下吗？好不到啊。这样不就打到？给他数。你不数我数。三台炮都要进这个区域。没有那个。好可怕啊！温州上去了，这还 OK， 这还 OK， 这个东西有意。那个温州超凶的，好不好？我刚刚有看到他，超扯。得罪了中长还想逃啊？那个113超凶，你不要开玩笑。他刚刚不拉过去就不拉不拉就开始打了，你知道吗？超凶狠。那结果他们有人 AFK， 不知道什么人，有人 S 八。看我，不在这里。他在被两个青坦轮奸呢，好可怕！
对，有的时候那种差你一台车，然后就这样的感觉，那种感觉真的是会气死你。如果差很多就算了，偏偏有的时候就是差那么一咪咪。那狂风扫落叶是怎么回事？惊险吗？没有，我们刚刚是那个113带头干上来，把他上面的东西打掉，他打不穿他、啊。那炮车那第一时间没有支援到，因为炮车其实都在支援这一条线，你知道吗？他刚有打你了，但是你知道打你，他可能是在这里。叫，反正他的支援队。那狂风扫落叶，好恐怖。真的。没有啊，如果因为我刚刚没有 low 了，又要再等二十几秒，可是只剩土龟那一台，那干脆就跟他同归于尽好了。反正最后赢，我还有神风可以拿送啦。你又把他撞死？对啊，我把他撞死。他就只剩二十几滴，我也剩二十几滴啊，我就想说我跟他撞，这样还可以拿神风，好爽啊！六九，完了，然后呢还要打什么？已经不晓得要打什么了。啊！我说我要打 T34，然后把那个加速成员训练那个。好 ，B 过去了。嗯。扎实还会上卤蛋蛋就我不晓得哎、欸，因为那个只是当来宾嘛、欸。对啊，这种东西随缘，你不要太紧张。啊，说到这个，我礼拜四的时候没有开直播，好，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礼拜四的时候我要去播那个 CSO， 又要 CSO， 对啊，我觉得其实 CSO 很有心哎、欸，因为你看这么老的一个游戏，可是它还持续在办活动，办什么？虽然说大家都说什么很黑啊，抽不到什么，可是干这种东西又没人叫你去抽，那你就很爽抽，然后再说人家黑。对不对？不抽就不会黑啊。台湾人很 M。对，台湾人超 M， 边骂边抽。可是你看 CSO 都多久的游戏了，还有在办活动，但我觉得这其实已经很屌了，你知道吗？那持续都有出吗？对啊。可是你看哪一个这么长青的游戏，还有在改版，然后还有在做节目，还有在什么的？这真的是它很难退流行的，因为它是很简单。嗯。我去中间的话，应该不一，不一，不，立北当去，龙博，哦，不要去，是跟小竹儿哦，张小竹。我去那边架双筒、哦。那个张小竹真的很红哎、欸，他那个粉丝团人超多，我的妈呀！他的那个粉丝团将近500,000的人。50万？对啊，将近50万。那台湾才2300万，你知道吗？对啊，他就50万哦、喔。我这辈子应该我不晓得啊，有50万就要去跳脱衣舞了，就在讲。我来讲，你会回不来。阿宇生干嘛啦？亮你无衣哦，你马上亮哦、喔，你在那边非常不安全。我来讲啊。我来照，我要来照。有，你来照，你照。哎呦，干，好要求。我汪亚武了，我看得到了。他只要动一下，他们只要动一下，我看得到了。我现在的时区是很夸张的。对啊，实况节目，你到时候可以来看。你跑就对了。到时候我会穿那个露肩，然后是白的。不是要穿露吗？开始，哭腰你，嗯，啊。你不要自负其短。我这人很务实啦，只要有50,000就可以穿比基尼，没问题。超祭品，不过我就觉得你50,000都没。我在这一边有没有？基本上中间只要有任何动静，他只要过那一颗石头，我就看得到。他不敢过了，他只要过来就会亮。亮了他就会怕，他就会退。除非亮了没有人打，那就不会，那就不会动啊。哦，真的哦，哎、欸，不要乱讲，不要乱开玩笑。现在我觉得不大可能啊，不
过我们还是小心点好了。要五十万。脱衣服露出被臭臭嘎嘎的，欸，波西格，欸，我的妈呀，有炮车，加快炮车很久，炮车很久，下面有龙吗？我看到你应该是有一样嘛。哎喽，五九在动作。对啊，我就说了，他只要动，他有动静，他就会被我看到了。而且我刚才被波西哥打，欸，好痛哦，妈呀！我现在走掉吗？走掉也不对，不走掉也不对，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边有一台伊尔。我们人一直屎尿啊！嗯，不要走。好，死一台。嘘，一三五七哦，三五七，你没个二四六八嘞，看。哎，欸，肥肥啊，干你老师，我怎么打得赢呢？现在已经被清干净了，全部都在城镇。我们城镇好像要 GG 嘞。但是你先退啊，好不好？我是 T30。退一点点，我如果退得了，我早就退了。可以啊。我现在我的，可以啊，我现在我的身心都在尖叫呐喊，叫我退。没那么严重的，啊。不是我一退，这 T614就 GG 了。干！你不退他也狙，这才是麻烦的东西，好不好？然后没了。看，退了就会被打。我应该在退的时候会被打死。得帮人。结果妈全部来打我，嗯，对。对了，进。正常。就知道我妈会骂我无聊，可是她刚刚是端了一碗饭上来，我就知道其实她很爽。根本就打不到啊，输定啊。重点，我现在也那么抄袭啊！我靠，吓我一跳！这样子也行。哎，我这样也被看到，有点扯。我灯又没亮。颜值嘛，通常你会亮灯，你已经被看到大概2到3秒钟。
没有。可是炮车是怎么打我啊？不是炮车打你的吗？是炮车打我啦、啊！1550不是炮车吗？炮车打的吧？没有，已经在瞄了吧？那你总是被看到才会被瞄啊。哎、欸，这也奇怪，你也没有压到树哦、嗯。对啊，但这个没有处理好。我在想，刚刚可以怎么打？为什么会打烂成这样子？其实刚刚最后，其实只有死到我那边，你说一直死的时候，我看只有死三个而已。就一到那边，他瞬间死光光，不知道哪一招。嗯，你们看这个，这个是蟹肉哦。妈煮的蟹肉炒饭。啊靠呗！看，我们两个全部被开除。对啊，你在，你一定是龙源。龙源被开除？真假？我们被开除了、哦？真的啊！干，之前跟老板讲过了，好不好？妈，还照开除。我们干什么？刚才你他妈还要拉我进去吗？哎，干什么？龙源拉龙源呢？龙源拉龙源。你怎么知道你被开除？你看一下你现在有没有工会啊？你在想什么？工会不见了。哎、欸，真的哎！好，那我们再去换一个工会就好。对。他妈还笑得出来？你没差、啊，这哪有差？你进来无头咯？对啊，无差、啊。我做这么无，这做这么无谈呢，对吧？来坑一下好了。我们家最近又发，最近又做一种油，用虾米跟那个干贝等等等等等爆香。而不是 XO 酱哦，应该是。哎、欸，你嘞？你人嘞？你走到哪里？我足久无开这台啊，试验只啦。干一定要那么搓就对了。对啊，各种厉害啊。其实还好，他有改，他炮盾有改硬。不好啦。让他机动变更烂。我跟你讲啊，不好啦。不好的物件。哎、欸，不过我们这边看还有工会、欸。啊？没有了。我看这边是没有了、啊，看你就没有了啊！啊我你自己看，我看还有啊，有啊，喂、欸，对不对 ？NONO PNG， 我是 ONEGA， 对啊，没有啊，我现在看你就没有了，你自己出来看你就没了。啊，你看我直播嘛，就真的有啊，我干嘛骗你？哦，你现我现在你有用模组啊？用模组啦，那个它是延脆延迟啊。哦。Time to roll out。 他们每次打工会战人都没有满，在打什么？我说我进去还没看过他们打赢。有啊。我说我看到的都每次都没有。而且我第一次去打的时候啊，才14个人在打。还没有满。全部放生我，很好啊！这几台轻坦干得好，被打烂。不会啦，还有500多的血。真的，我们只好再找一个工位混了。欸，你有没有知道什么不错的工位？有啊。怎么可以？我想一下。可怜大包就了。那还有哪里可以玩的？玩可以晚一点去打，可怜我才去打 B B， 才去 B P A 吧。啊 ？B P A 可以啊。我们会被打哎、欸！怎么会有那么多清 ？AD 怎么那么快、啊？
哎，我真的衰哦。生命呀，还会弹炮。S 六一直把扛爆点拿走，我要死。这无意义了，哼，那我们这都无意义，无意义啊！清谈人家清谈懂得上去啊，我们的清谈不懂得上去，妈还还搁搁搁搁搬棒温胶的，对啊，搁搬搬棒温胶也麻烦。啊，从头到尾就只有一台打掉一台，妈的干749。哎，现在副局那么好打，随便打随便穿。哇，一下就没了。啊，不过我堂老的过年，这不过两个代志啊。也对。玩金坦，然后他妈各种放生，还得博弈啊。哎，你看你全部人都。小图啦，你小图说实在的，你就是小图，你要众志成城，你要拉上去，你拉上去，其实拉得上去的，问题是他们全部都不敢。对啊，你知无？啥物？第三次打不赢，你要不要换一排？不会啦，那个我看一看 ，T 三四用法就跟那个一样就好啦，正常用就好啦。这个 T 三二，刚我们那边就没视野哦。其实不是那刚刚不是那个问题啊，刚那个 T 就是那个问题啊，因为 TD 已经潜过来了，但是我们都没有看到他。没有，刚刚那个我们根本没有，我们是被压着打而已。那我们这边。我们这边想要去过去，用摸的摸过去，又被两台妈的豹二拦住。哎、欸，那个修成都会去注意别人呢、欸，哈，你是不是爱上他啦？哦哦，我们少一台。欸，对方超多超多中坛。中坛清坛了不少了。对啊。很麻烦。还好，完了，我没有发下去，有发下去还 OK 啊。上山，我要去上山。我们有251，他们有两台251，我们有两台啊。我感觉对面的比较会玩。
对面有七台的中坦，我们有三台。所以我们当我们对面多了一台十阶车，我们少一台。所以当我们可带总挤上去山上的时候，他们会拿我们没办法，因为他是中坦，我们是重坦啊。然后炮车就笑了。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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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坦化。哇，好难得有这种场啊，中坦化学场。你要回，你要防守是不是？不防守也不行啊。啊，那他一百死定了，他接的就是我。他有没有开始扣血了 ？No No， 就找个掩体吧。我不找了，那把头炸了。有，你这样会被不是这样子，你这样会被炮。你到这边来，你到那个他在点你的那一台来，那个那边去。会维护我啦，我会掩护你啦，我会掩护你啦。你还是要跑啊，你不能放弃啊，放弃他干嘛？一四零，我帮你盯住他了。我们侧面这边都有车在打，开出来我们是打得到的。除非他一辈子都堆在那个角落那边，一辈子堆在角落那边，他妈的干，我们是有炮车的。那比我们炮车不是很强？有起到吓阻作用就好。哇靠！你又被打了一下。哇，好痛！你怎么一直被打、啊？四台以上的中坦在集合，可是我比较搞不清楚，是为什么一把会去左边那个点，那是 TD 位。这年头已经不能用正常的点位来判断。现在那么刺激啊！但损失你损失很多，损失太重了，学不到。还好啊，真的太重了，我了解。我觉得损失一台十阶车那比较严重。没有，不严重。会打的九阶车比十阶车还要重要八万倍。问题是我现在已经不会打，我手感我现在手。会啊，我觉得你还是会打。只是你刚不应该去拼而已。Mouse， 我喜欢他跑 Mouse 干。换啊！我一断履带的后啊！白。下我们把现在逃过了。Where'd they go？ 给我，你嘛敲两只十级的啊？对啊。敲两只啊？嗯？那嘛敲两只啊？我个爹啊！那怎么办？干你老师欸，这啥想？欸，干妈妈出去给人家敲干嘛？有商标是什么？让野谈蛋，气死我！那到底野从哪小、啊？干，干一张。可以给我一个完整的解释吗 ？Hello，Hello， 嗯，怎么会有朱丽叶？吼，这搞逼，憋骨坑来对这部 game， 逗逼，
哦 ，Leopa。Critical hit。你无装甲呢，少年呢？我们把车漂移啊！是啊，我一直很想去山上，然后但是下面有一大堆敌人在要打，我快崩溃了。这么衰，你上面那边还几台？一台一七五，一台五零 B 啊。我应该可以干掉。我试试看。五零 B 打一发。你要不要先下去？去远方用黑的，去黑 K 号线那些的。怕我到不了就没人了。你可以试试看，正所谓有事有希望。Target acquired. Let's find another target. 零 B 的头好像有变厚这样子，看刚刚打到头了吗？很难打，不然就山上先放弃呀、啊，下来放他们下来打。算山上先放弃好了。我刚刚被炮车打到，那个伤重太夸张。你上去就被炮车打，炮车现在就是一直盯山上啊，那不要上去跟他们硬拼。接下来情况还不是很好，情况超差。会越做越强，干这题，我就知道七五四一万，妈的干原厂炮，九零炮，换了炮塔而已。超烦的啦！哦，弹夹炮在上面，不是那不重点，重点是我那个哦。东西一直被打，这种左掉右掉，你本来就很容易这样发生这种事情。嗯，刚刚这上面就应该不要待了，他应该把 T 五十一万干脆放生算了。其实事实上，刚刚上面是可以坚持住的，只是我们刚刚上面，我上面孤立无援，我刚刚其实在上面待了很久。没有啊，就是夹紧。这一场我的智商不高了，但是协助伤害应该不低，因为那个100跟老鼠爬上来的履带都是我断的，左断右断。但最好就只有这样子了，没有像那种要记得啊，以后你遇到这种。他们直接拉那边，全部躲这里。这以前马林诺夫卡克林，我们之前也是这样玩，躲在这边。这地形不是有改过？差不多一样，差不多一样。因为你躲在那边，人家黑不到你、啊、你知道吗？你刚刚去的那边，其实家里面妈的看，有一些敌人是黑得到你的，你知道吗？要去 combo 啊，真协助伤害的3000多啊，对啊，我都知道，看至少协助伤害不低啊。你这是不好啊。来，再来一次，没有那么难。怎么回数呢？今天我们要赶快把 GTA 5破关。哎，我 GTA 5到底要破关了没啊？你说单机吗？对啊。
我都只玩线上的单机的，反正没什么怪。其实单机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剧情还不错。那、啊、里面的灵魂人物是崔佛、啊，崔佛真的有点屌哎、欸。可是我有听说好像结局不好，反正我也不晓得。三选一啊？啊？三选一？什么三选一？结局三选一啊？那猫又来了。根据你做的事情，然后去三选一。所以结局有三个。嗯。三个结局啊，反正，我想一下。三个结局啊，一个是完全不死的，一个死麦克，一个死崔佛，看你怎么做。一个死麦克，一个死谁？崔佛。崔佛。啊！没有，我从来就不是妈懂。罪恶多，作恶。对啊。嗯。那个作恶多端，总是要死。他可能不死。我有。你可以完全不死人，不过你付出的代价更大，完全都不死。真的假的？嗯。好犹豫哦。我说你中招了。不知道啊。Target acquired. Enemy is hit. Let's find another target. 麒麟是在外围啊。另一边给你好吗 ？Yeah, the modern dragon！ 啊，林老师哎，叫派哦，我这满满的啊，干 T 五十一万没了。哦、你有 HE 打他哦？没有，不知道那边 HE 什么？我不知道。哦哦哦哦哦！啊，完了，被卡住啊！完了，我不能白叫 ，Shazer， please no！ 啊，完了啊！干你老师啦！真的被卖！哦，刚我的退路被卡了，哦，摔着！哎呀，真的把我给卖嘞！我操！看，真的超没品的、啊。这是怎样？麒麟是这样过来打的哪一招啊？龙龙，你看，看这九号接着超没品的。哎、欸，我那个包根本可以不用吃，但硬挨哎、欸，哦，受不了哎、欸。干，我这边。哦，我们昨晚不知道怎么打。不知道他们在干嘛、欸。昨晚不知道怎么打。对，是我们的队友比较蠢，还是干嘛的？当然是我们队友比较蠢啊，在那边。4502B要打哪里比较好、啊？但我老是一直搞不定他。他是原厂的，打脸颊。没有，我们是 EO。没有办法，我没有扣打了。哎、啊，哎、欸，干、欸！我刚看，我难道看错了？干！我看错了，看错了啦！哎、欸，亨谢尔头了。没有，我以为他是保时捷。干嘞！干嘞！一台，康克了。哎、欸，一台康克，今天我要求，我刚什么都看到了。你有看到对不对？对啊，哎、欸，干嘞！今天我要求，他直接把你顶着。对啊，然后他想要再出去黑，对啊，看黑今天有要求，很过分对不对？干他不会打也就罢了，妈不要害死人啊！他刚刚直接把我顶着，然后让根本是，我怀疑他跟对面100是朋友吧？他直接把我顶着这样卡死，然后让100打我，超夸张的好不好？然后这台 T 92。
他在还在我的那个黑名单里面，远古的记忆。这个真的，这已经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战局，真的。但我就觉得妈不知道在干嘛。一百那个我是可以吃下去的那一发伤害，他这样子给我硬顶着，然后让一百来打我，奇怪，有什么游戏段？哎，先举报，没送。哎呀，赶紧报警叫我要求，那不能吃。对啊，超垃圾，好不好？先加到黑名单，以后看到他，我记得闪远点。没有，就先，然后再举报他。就先把他那个，以后看到他就去顶，换你顶他出去啊，把他顶死啊。但是看到他，我要直接把 TK 掉杀了。之前有一个泰国人啊 ，T29 啊。他出来不知道垃圾什么话，我就555啊，然后他就射我啊，然后我也不 TK 他，后来趁他在转角的时候就顶住他，真的啊，他就被打到死啊，就这样子啊，然后打到死我就一直555这样，真的啊，我就那么靠北啊，还好啦，你别当他呢，我会断他腿，没有，我没断他腿，不行，你不能断腿，因为你断腿有没有你 TK， 我没断、哦，我就是卡着，我干，他没扣血你也 TK。超夸张了，好不好？这样子卖人，我就把他顶死啊！真的，我把松都顶掉。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东西？全部都是对面没有一台重弹、欸。好，山上不能去了。这山上我决定去一号线好了。我在下面把他卡住也 OK 啊。哦，这山顶坐了，这山顶进行坐了，按过来看麦，看他两个那个越南妈会不会去？不会去啊。不是越南妈，是菲律宾的。因那也 KOA 我，我觉得在山脚下反正没炮子，山脚下打就好了。嗯、Time to roll out。第一个要洗要雄固，我现在为什么感觉风气跟生态变好多、没有啊，不是变很多啊，就差不多摆是这样子。没有你地图你不熟悉啦，你当然就是那张图你没打几次，你当然就打的妈的迷迷毛毛啊！就进全了，就跟我刚回来的时候是一样的啊！我那时候刚回来一直打不好，换换龙一哦！我干哦 ，TK 了，还撩级喽，撩级哦！营长好坏哦！哇，好的，撩级，干。就算他开炮，只要9秒就捞完了。哎，赶紧打！操小姨啊，干！压力啦！压力！压力！TK 了，笑死！我躲了，小心啊，有辣包耳。你们肉吃慢一点，没有肉吃。我都快死掉了。行啊，不要动到我哦。在家里。哎，干什么？跟着我一起吃。家里干。
我已经不知道喊几次了。我知道啊，但家里刚看起来应该是五一啊，我要等一等，要等一等，等一等，三九零，那个四三零怎么会有一？我要提示这个词。这已经变修掉了。man 啊，各种没肉吃哎、欸，我的妈呀！掏掉就好了，好不好？是不是刚刚上一场大家太生气，所以这一场大家才那么冲啊？没有，因为这个他们这很正常被压着打。他没有能扛的啦。没有人扛的，他妈上来就是被压着打。那、啊、你以为263很硬啊？我那个东西我有，好不好？新手面前他很硬啊，他实际上很软，好不好？光弄 AP 都打得穿了，我连 APC 都不用打。然后我们家的猫突然冲过来抱住我的腿，然后就跑掉了。然后做没有做跟狗狗一样的动作？没有没有，哪像你？但那个 T 四是白痴吗？是啊。我挨不了一发、啊。我输啊！你们还在打、哦？我们都在 cap 了。啊、因为接下来吃肉已经不关我们事。你看那个巴扎一脸快饿死的脸。然后打都懒 ，keep 好了。我跟你讲，妈的，干那提示是完全是个白痴，好不好？妈的，躲在那边给人家打。哎、欸、，no， 棒打老虎，鸡吃虫，鸡。我突然好想用机枪打你！哈哈哈哈你知道有一次我在睡觉啊，超惨，只打到一爆而已。阿咪就一直从我身上这样踩过来、踩过去、踩过来、踩过去，然后我就开始骂了：“那妈的，我还没变尸体，你不要这样踩好不好？”不是黑猫这样才不行吗？什么的？他只是黑白猫，不是黑猫。嗯、你们家那只猫，我记得他脚是白的啊。对啊。我记得就有人讲啊，白那个啥白卡多亚呀。对啊。而且袜子一长一短，好可爱。哎、欸，而且阿咪，我不会说那个阿咪都会那个在那边搓被子啊，然后搓被子屁股在那边抖动，就知道他在干嘛。哎，应该帮他找个童养媳的。没有，不然他不是发情，他不是在想交配，好不好？只是肚子痒而已，在想什么？啊，然后啊，波波啊，是会一直搓那个被子在那边吸捏捏这样，然后而且还会，而且你知道，有一阵子不是波波住我这吗？然后他很喜欢在你耳朵旁边啊，然后在那边吸被子，然后就会，干，你知道耳朵有这种声音真的很吵，尤其是三更半夜的时候超大声。哎、欸，重点是整个被子都湿的，你知道吗？这时候到底要怎么办呢、啊？啊，对啊，波波吃的超肥的。重点是我们少了一台直接车，而且还是跑车。对啊，没关系、啊，还好多的那一台是跑车，真是好加载。哎、欸，对啊，你不要高兴的太早，你不要高兴的太早。超大声，那个猫超吵，你知道吗？对啊，变胖了，还有肚子，好不好？我跟我爸说，你怎么养的？养到他现在就有肚子。反正我是不去中间那边他妈看了，我在那边多探几次，我就多死几次，我就当 TD 来黑。你那台也没得探呐、啊。我也没钱买。史上隐蔽最烂总探。不会啦，至少是单夹车，安慰一下自己。我要装他妈很久了，你看，也就只有四颗而已，不是？现在要装36颗、啊。而且啊，你知道我在睡觉的时候啊，阿咪就很喜欢过来挤，可是过来挤没有关系啊，可是他就喜欢自己睡一个位置，你知道吗？如果我要睡的话，我就必须要脚开开这样，真的超难躺的。反正睡姿超不雅观，或者这样子。还有房间没别人，就我跟阿咪。那如果说你睡觉的时候，因为他有时候睡的位置越来越白目了，越睡越中间，那你就没位置可以睡觉啦，你就把他推过去一点，他也会生气，就会用那个小腿像兔子一样那样踹你。猫不是都会这样吗？对，猫都会，是蛮可爱的啦。可是踹到你就不会觉得可爱。可是半夜的时候这么搞，你知道？
当你很想睡的时候，你就不觉得他可爱。嘿，一三一在偷窥我哎、欸，妈的，我都觉得屁股凉凉的。我往在看。对了，他过来了。差一点打到，刚提升。他断腿，断腿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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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CA。此时不补刀，更待何时？后撤好可怕哦！我只剩900的血，你有看到吗？要修我！他们有点串通好了。哎、欸、，TLG 是不是台湾的工会啊 ？TLGC 应该是。看。那当然要针对你啊！如果他们刚好看你实况的话，他们躲哪里都知道，一定要给你来一下的。那么严重。这边没有人，然后被人家他妈的干1375压过来打，你知道吗？各种黑啊！你他们后面还有50100，中间那边一台150M不会支援。150M我打到一下而已。真的吗？对吧？子龙在捡，我觉得子龙很厉害，我就知道。哎，在那边别乱想，妈妈最爱你的，我就知道。中计中后，阿奎，1375在打我。他的口气好可怕、哦，他还说傻孩子，该不会真的是我妈吧？搞得我们有点紧张。哎！那狂针对，我妈呀！不跟你讲啊！好可怕、哦，我帽子一直打我。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进行了一个卖队友的动作。没有啊，这不跟我的事。妈的，没有人打1375。你来顶我，然后还有被炮车揍，然后你还说不关你的事。没有，我怎么知道他会打这样子？你真的误会了，大人冤枉，这真的很冤枉。我操，他一直在瞄你，好可怕。明明是在瞄你。要剩500的血怎么办啦、啊？全部都炮车打了，我操！还有500不错啊，你看一下我。还有500，你看我剩多少？这点啊！哎、欸，你们血好多、哦。我们离你远一点，人家边看你习惯还边打。50米，等下被靠到妈智障跑掉了。哦，摔死了！狂针对耶，我妈呀！哭吧！哦，我妈呀！欸、这时候我觉得你不要看别人，你就直接跳到那个车库那边，不然的话，妈他队友会被你各种害死。不至于、啊，没那么无聊了。无聊的人不少啊！干，出事！没有啦，因为我刚刚在打50100，被看到也是正常。炮车要来了。看我这种70年才会消光的车，干，我真的觉得妈的干太难打。我懂啊，他给你这个就拔掉两个，就他给你一样东西就拔掉两样东西。哦、oh! ，来一个准的，漂亮！看到没有，我在为你鼓掌的 NONO。干，可是他一堆中坦都挤过来了，你知道吗？我知道。
我懂，我懂。我们这边人太少，而且我们炮车，我刚觉得我们炮车都不知道在干嘛，都打得非常不准。要不然就是没打这里，你知道吗？175不在，还在 low。你这时候出去找175干嘛？死光光，出来吧。对，还带赛 T44。哎呦我的妈呀，笑死我了！换车。而且不能怪我，因为那一台是弹夹炮，哦，这很痛。你还是把你的实况那个有没有？实况你的那个是那个什么？你的脸啊，移去小地图那边，不然的话，人家一看，哎，太棒了，免费的情资。是啊，不然你也可以啊，你好啦啦，我用等一下。哎，什么差？我们来打六阶车吧，好吧？撸爬撸倒退，对啊，再倒退一挂，干无他妈怕别人啊！这种妈动不动少你一台直接的干，然后动不动妈我们的炮车都是那种妈的干放烟火的，我怎么受得了？我是有3601耶，哎，你转看看呢、啊，你不是可以转阿虎了？哦，你刚刚打那么多场，你看一下你现在多少？那没赢，那个经验超少的，好不好？啊，我试试看，我试试看。嗯。过也不多，就是不是的，好像还是不行哎、欸。够吧？没有了，可以。我记得虎视他所要的经验不高啊，真的不高。他没有，他现在要直接精英，他 KWT 43。我还需要，不然我们再打一次八阶场，好吧？我要打六阶来转啊，那么简单，打六阶来转就好了。六阶没有精英车转的就不多。好啦，360好像是精英车的样子。看一下是不是？是啊，走吧。走啊。No no， 你又接着走。我也觉得没差。可是我在吹。18吧啊，克伦威尔。操呀！我克伦威尔没组。我他妈克伦威尔组员移到哪边去了？4202。啊，唔对，雪漫山。啊？哎，我去雪漫山。啊，你有萤火虫了没有？啊，没，因为根本拢无咧。免啦，我叫他开18就好啊。哦，18就18。嗯。嘣嘣嘣嘣！猫咪的飞机耳，哎、欸，阿咪会耶、欸，阿咪的飞机耳、啊，而且你知道。而且搭配他那个脸真的很好笑，猫都这样哦，猫都这样，超可爱。哎、欸，我有点想把我头发染成亚麻色、欸，哎，不要。为什么？染蓝色都好，就是不要染亚麻色。为啥？不好看，我觉得东方人不适合染那个颜色。可是我不是东方人。哎、欸，其实这样，其实他已经讲得很含蓄了，不是东方人不适合，奶子不够大不是，有这种事？放屁！干，我要去哪里呀、啊、？New Avalos。啊，这不错啊，当地有干，这不错啊，荷兰，荷兰。跟着我从九号线慢慢的挪动过去，大家觉得这一点如何？如果没有意见的话，那我们就在九号线集合吧。好。我没有放生。不要啦，哎，这么熟，哎，要坑。就是因为你上次说的这句话，我在台车海炮。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那个叫什么什么海涛法师大放生好了。看你车没消掉不？你没有带，没有带持续装备，对不对？哎、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再往前。我觉得我们不可以再往前。前面你想都不用想，一定是摆歪，跟他妈的干大老二啊！不啦，重点是这边只有我们他妈那么几台而已啦。不要怕，我们是六阶，我们是头车哎、欸。让 KV220去扛一下也 OK 啊。是啊。我感觉。
而且又没炮车。此时密欧坦荡荡，没炮车才可怕。炮车，哎、欸，这把我漏给支了，没。给我了。坏哦。哟，靠腰！看到很多台，我也吓一跳。啊，要吃，紧吃啊，紧吃啊！宝贝瑞啦，宝贝瑞啦！好个怕你哦！吃啊，吃啊，吃啊！是吗？我现在吃屎吃的很开心。啊哈哈哈哈哈哈！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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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宝。我要去。哦，我来打 T 二八了。哎，后面还有四号 H 预备 Panzer 哦。傻小。哦，一八四号 H 预备 Panzer 哦。那是你怎么用到？没有，我刚刚在打那 KV One， 想说妈一炮给打掉。那 KV One 是不是一二炮啊？对，他一二炮。我看他憋了那么久，像便秘还没出来，我就知道他不妙。紧张，妈的！刚要到下面这边来的。TV 不好打哎、欸。不会啦，宽侧窗吗？你先把四，你先把 TD 打掉 ，KV 1随便你打好不好？一炮一炮慢慢敲他。在靠啊！但是怕左边那一台 KPY 来找我。他没有，他俯角没有到好到可以去靠你。他现在那台 KPY 一直拿掩体在那边挡。情况不对。难打啦，他那个。他这种榴弹炮一直在洗。哎、欸，摆歪，小心！打完赶快退。Feuererlaubnis erteilt. Wirkungstreffer. Der ging voll durch ihre Panzerung. Das war's für uns. 没有办法、啊，没位了。你看那个一号线、那三号线还在追。他们备两台，那可能会有 B 卡住。其实摆歪，你刚刚那个状况，先断了履带就好。你觉得没有那个信心打，就先断履带。履带讲断是很好断啦，但是有的时候不是说断就断、啊就是。你既然你觉得你搞不动它，你就先断履带。要不然的话，那个下来你炮就没了，摆歪炮四百，很痛。我的炮都没他痛。这根本是队友 TK 大赛吧？到底怎么回事啊？哇，444，我的妈呀！简直是撒旦的怒火。那是666。直接被打、啊，那是撒旦的数字，人家那是666掉，没有撒旦的数字是666啊，啊撒旦的怒吼444啊，啊还有这样，有啊，我自创的你不知道，刚我你讲了，完了，要被刚了，要被刚了，啾被刚了，哎，啾，本是黄庚生。哎、欸，对哦，他们都是英国车。哎，没打好。撸帕撸。对啊，队友 TK 大赛。一边打敌人，还要一边 TK 队友，看谁活到最后一刻。超高难度技巧、欸，
啊，克尔威尔 B 的评价好像不错哎、欸，不晓得能不能买到。他有在科技树里面吗？干，经验37，干好高、哦、啊！怎么样？都乱打、啊？没有乱打，我刚出来，我想说他妈先打 KV1 啊，那没结果，没想到。我已经知道开哪台来 cover 你们了啦。等一下，等我。我决定要开我一个历史上最强的一台车，平常不轻易拿出来使用的。怎么想？好，这台超强，相信我，兄弟们。哎、欸、，NONO 下线了。NONO 下线了。NONO 嘞。NONO， 他是不是打到失智走人啦？没有啊，他还在这里啊。为什么没有东西？哎，结束吗？有。哎，我问你哦，通常发表会啊，那当主持人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会好一点？先过来发表会啊，就是像产品发表会什么吧，基本上要有礼服等级的啦。对啊，我们不能穿的随便像那种拾荒妇人一样那样，不行。嗯，那有规定要长裙短裙吗？那一定要开高叉的，不管怎么样，一定先开高叉，就是、然后 V 领低胸再讲啊。不过没有胸的可以不用低的。反正重点就是你要礼服规格那种。就不要把自己弄得跟拾荒妇人，或者是要去参加山铁一样的。那所以穿长裙吗？尽量不要啦，你就是要你要露腿的那一种裙子。干没腿还要露，超烦哎、欸！哎、欸，有些观众是520哎、欸，叫做我爱你，哇！一定要攻马铁路哦！那罗密欧你要去哪里？还不赶快躲起来？知道啊啊！你要躲起来射，你知道？欸、你那台什么鬼东西啊？304啊！你不瞧不起他好吗？修龙啊！我没瞧不起啊，不过你修龙啊！哎、欸、哎，什么敏捷啊？那为什么跑得比我还快、啊？304厉害吧？超快啦！就要修。哎、欸，我在这边的低洼开打，你可以 cover 我。我卡币一下就死了。没意外，这一场应该有一点困难。那给启梦一杯卡币啊！全部冲城镇，哇小。啊，那些白痴去往城镇里面走啊，准备去给他弄了弄了，我能说什么？我回城镇守了，你们进攻吧，叫我救啊！那我们赶快从九号线打过去啊！感觉也不是很饿吧。攻嘞！靠腰！金箍啊，洗菜龟都是你们家。贼呀，夹到黑啊！夹在边啊！哦，3002M呢？听讲是细脚的阿豹呢。哈哈哈哈哈！丢抽，被我盲射敲到。少年，嗯，这看起来应该是有法度才对哦。快讲，你打到304吗？罗密欧，罗密欧。可以啊，你开出来，多圈说好了。没有，这个我们要去找那个4号的麻烦。
干这是什么状况？三台炮车，妈的，干在这里！干，我刚刚看到他了。乱靠哦！304在我前面，然后笑脸，我们可以拉回台四区啊。这会撞鬼，改在四区处理的。干，他应该是盯我这边的。哎，不，不了，也走。你该给我碰枪，你碰枪！哎，笑脸。哎、欸，有人在睡，叫他起床啊！好啊，超歪的啦！你无效，超歪的。哦，咖啡，咖啡，咖啡。我给你起梦，会不会咖啡啊？起梦喜欢吃香肠啊！靠背。起梦你妹啦！当死了你！我败五零伤哎。哀愁死了，我要去打到有伤啊！干！哦，跑车是我的，他在哪里？笑脸唔当，数百万，数百万咖喱熊，拜托啦！歪死人了，喵！我的，我的，耶！100万，我走。100万，左侧。跟你讲，我无多啊。好只，你讲无错啦。这个过安怎拢普通？你敢过来呀、啊！我的妈呀！让我来结束这回合。啊！哎、欸，怎么不是我？怎么不是我啊？我的欢呼声都准备好了，为什么不是我？每次乐豆开奖的时候，我也是这么觉得。好，再一次。我全身上下欢呼声都准备好了，然后就没有了。哎呀，干那个给那台三四八五摸到，你知道？看，伤害比我再高一点。我应该去练一个什么15558那种弹夹炮呢？出来会砰砰砰。可是他好像一发500，一发500，对不对？而弹夹炮就觉得爽啊，你不懂，各种幻想。九妹他们今天好像不行哎、欸，我不晓得哎、欸，要问问看他们，他跟辉是不是今天不行啊？一直说人家不行，感觉就好像怪怪的，你知道不会说。对啊，我开炮车。干，怎么又这一张鸟图？怎样得到多经验跟多钱？你伤害多一点就可以啦。伤害高拉高，经验就可以拉高了，基本上。然后有些，这个游戏的精髓是视距啊，所以其实事实上你开光多了，你的协助伤害多了，什么东西都多了，你自然经验也不会低、啊。我有过 T50 伤害38拿 M 牌的，看现在 M18地狱猫那么 Q 高，对啊，也没有 Q 高，普通而已。
那是因为以前太夸张。又是嘎逼。我他妈，我感觉一下，我跟我亲戚买，买了，不让你接。你那嘎逼逼的下，不让我给处理。Great shot！ 其实这边没有什么人了。我们一起过去，先把嘎逼处理掉，再从九号先拉过去。知道。我先去，我知道你没有投，你还要瞄。原厂的。他是。救命啊！青岛来了，喵！我们死的也不算少哦。哎呀！干我，我要钻进去当突击炮用了，不要抖啊！我又要当突击炮。你不要搞就好，你可以突击炮，可是你千万别搞。不会搞了，但是要突击炮。错了，这场打牌蛮好的啦，超强啊！好好哦，我自己的刚那场就不知道在搞什么笑。你要让我找一下手感嘛？三百年我才打一次炮车，我有打炮车的天分，我已经看出来了，我你们应该要朝炮车这方面前进。我们刚刚那个18还蛮拼，蛮拼的、啊，哎呦，蛮厉害的。结束，你要打 GTA 咯。好，我要去打 GTA 了，拜拜。我们要想一下，我们来去工会玩一玩。哎、欸，对啊，下一个工会，下一个要去哪里？来去工会玩一玩。嗯，好，拜拜。拜。